好惨哦。那现在有点凉哦。开机了吗？开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导演有剪过人家头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这好像那个 Taxi Robert De Niro 太喜专访的那个。Are you talking to me? Are you talking to me? 离我的头头还蛮远的。对啊，我就问我妈，我妈说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会帮我一直挪头。哦，会有压的。对啊。好的，那么高。现在对讲机已经在出来了。好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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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